在你的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学习是像什么？我想做一些实作的东西，然后从实作的延伸里面去学到各个领域的知识。譬如说我想要学坐船。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人文中小学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希望能够做到跟老师一样，比老师还厉害，算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年级的林宇轩，我们今天要演奏的是《为你写诗》。你应该是要我们对自己的，就这段时间学的负责吧。内心里面选几次吗？不喜欢。那原因是？因为它是考试。它是考试，那考试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考试。你会喜欢考试哦。你考完试之后有成就感，然后不晓得考完试之后能够干嘛。对啊，就像你喝含铅喝到饱足感，但是你没有真正吃到有营养的东西。那个是可能你说的填鸭或者是剥夺梦想，但是你敢说你在读书过程中你没有学到东西？如果一直读书却考不上好的学校，那这样子是不是也就白读啊？是不是就又只有读书才能有好的结果？你干嘛跟他讲？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讲那句话让他伤到他。你讲哪句话？黄盖下不适合他。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能，你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棒的。怎么样？我想去考二十七车。你可以报名吗？来得及报名吗？明天。